哦，刚上面还有一些铁哦，应该可以做一道衣服。好，那我先上去做好了。红石。哇哇哇哇哇！第一条鱼，哎呦，哎呀，第二条了，第二条了。右边。想要洞窟，想要洞窟。洞窟很可怕呢。这样才有比较多的资源呢、啊。蝙蝠声都听不到了，又在右边，很调皮耶、欸。哦，度吗？还是对，97度鱼。97度鱼？哇，97个度鱼！我想要97度的鱼哦。哎 欸，可是他那个斧头一下就死了。看到马上打掉。对啊，所以用斧头其实还不错。哎呦，还有岩浆声哦，岩浆，老人生活，嘿嘿嘿。听不到了。我觉得我们附近真的是有个坑才对，只是不晓得在哪。在哪里？有啊，大家目都前还有很 peace。3对，对，有3对扣血，有3对没扣血。这种不是石头的就可以尽量挖。现在还有一般的鱼吗？什么有意思？有龟啊，鱼。不然你都钓到什么鱼？就鳕鱼跟鲑鱼啊。鲑我鱼，挖到岩浆哎，哎呦，不错啊！那种大的池，岩浆池吗？不是不是，就是纯粹挖到岩浆，那就等一下就感觉应该是岩浆可池。以捞岩浆。铁还是很不够啊，铁。没有，找不到。来往上挖。又一条鲑鱼，你可以尽量烤，煤炭还蛮多的。好，找不到洞。我姐姐只是这边听有到洞，蝙蝠，也没有怪物的声音。我这边有一个洞，很想动啊！耶！只是我不知来，道我打来，不我打来。开。Where are you？也有看到，看到。耶！小心，小心。前面就有岩浆，要小心一点。好。哇，你这后面你很危险啊！哎，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！好好好，我没有冷你静。把稿子丢丢在我这里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你刚刚我以为你发生什么事情了。钻石裸露的，是哦。我来，我来，哇，厉害，厉害，哇哇，那小心，钻石，等下一喷就掉下去，哦，皮革，哦，哇，可是没有甘蔗，三颗吗？3颗，可惜，你只能做一个，可是如果没用父母的话，就还好了。对啊，因为这场甘蔗应该。没有人有应该没人拿吧？到吧？不知道。就3颗。噔噔，河豚。你刚杰哥，你这超危险的！你刚上面没有碳，就可有能黄怪金。物直接生成啊！哎，你挖我碳我碳，哇，有黄金，我穿铁装我碳。20分钟显示明不条，是我还在拿石镐。没黄金我挖，后面有铁，后面有铁。只是我的石镐要断了。我只是先点亮前面，又有黄金哦。
还不错哦，黄金还蛮多的。哦，上面安德。对。差点瞄到。哦、你瞄到就完了。真的。安德，不要理他。我先回去做个东西好了。这个木头有限，做个船也、嗯、对他也不是好处，也没好处。差点对到眼。嗯，喂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黄金应该够一颗金苹果，可是这场有那个吗？有橡木吗？树的话就不确定。那个雪地感觉都是那个、欸，都是杉木。对啊，反正就先挖。挖铁可以过来烧。啊。这次铁还不错。哇，木头真的缺了。可以种啊，我有树苗，只是要一定的宽度。嗯。杰克，你要回去要挖干净啊。只是我刚刚石镐要断了，只能挖两个。要断了，代表还没断啊。快快断的。来，你吃鳕鱼。哎呀，别来了！哎呦哎呦，有僵尸声！感谢超级留言，没有金头颅，所以没有用。嗯。哦，僵尸在上。现在21分呢、欸。嗯。外面白天要不要趁着还是白天去取得一些木头吗？对啊。可以啊，要一起去吗？应该两人去就还行吧。这边都挖完了吗？还在没？还没有，往上的路还没点亮，右边的安德那里点亮了。哦，我先去找食物，好饿，饿了。哎、欸，食物是吧？哟、yeah! 啊，我帮你烧铁。啊，这个很好吃的，给你吃一下。干我看我，干我看我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一掌就没办法逆向而成了。哇，这铁其实也没有很多。对啊，我现在身上还没有铁装。思考，思考。我觉得如果要上去的话，哎呦，上面有僵尸。啊，我们上面。对啊，我还想说是谁来势汹汹，是僵尸上面长生怪就对了。对，杰克，你那边挖完了吗？挖得差不多了。那你要不要过来？我们两个上去。好。送你钻石。哦哦，谢谢。啊，暂时没有，我只是怕我们就回不来了。三个合成换三个钻石，嗯，还想大逆，打爆你！他只有掉到什么其他特殊的吗？呀，皮革，哎、欸，机车吓到我，还有收杆。你坐一下裤子，你坐裤子。好，就。被整套了。嗯，那从哪里升啊？这里都点亮啊。刚底下那边是声音蛮多的啦。不是，他从上面往爬过来。嗯。还蛮玄妙的。已经钓鱼钓到快怀疑人生了。有好。还好都是用什么那个安山岩之类的。对啊，这样子比较保险。我直接先跳出来哦。Safe。前方有木头，我觉得要不走远一点到那个森林里，嗯，这样也比较可以隐蔽自己。要一起去吗？
不用不用，你没装，你没装。哎，外面有人，外面有人，外面有人。阿比他们在哪个方向？我刚刚前面这里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没关系。哇，哎，他们好像也想要抢这森林呢。有猪猪哎。他们有铁装喽。嗯。杰克，你先挖，你先挖，我看。没事没事，其他地方没有，就他们那里。你是不是用？哎呦，都挖干净。没有，我以为你没挖干净。哦。我们至少有个铁剑，还行。听到我的音直升。嗯。感觉这里的木头都是这种木啦，没有橡木。嗯，比较可惜。你觉得有要必要绕一下去看甘蔗吗？啊，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看看，既然我们都有钻石了。绕一小圈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怎么样？活着回来呀、啊？会会会会会。有南瓜在这里，如果有人，我们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虽然我们也会被看得清清楚楚。觉得应该没甘蔗啦，有也会被打掉，这都结冻啦，结冻旁边会长吗？就一定会跳起来，那甘蔗一定会跳起来，那就没啦。嗯，可惜。树也都只有这一种吗？再确认一下。恶心，该有的都有那就，哎、欸，你木头有几个啊？木头刚刚挖33个。那就回去喽。好。喂、欸，走走走，回家。其实我们这边是不是也蛮边界的、啊？你看那个坐标，我们知道中心坐标。哎、欸，这下面有个 ID 耶、欸，底下剛剛对，刚刚有 ID。哦，大坑大坑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两个人，有可能是阿比他们呐、啊。嗯嗯，然后上来探个木头之类的。大家都缺木头。离中心的确有点距离。那就下去喽，没什么好探了。回家的路，你要采食物回来吗？两个猪啊，你不是有钓鱼？对啊，只是觉得钓鱼快钓到思考人生了。杰克，我们家呢？哎、欸，不是这附近吗？对啊，我们家呢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啊、哦、，Z 是1000，我刚刚有记。这边吧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肚子饿了。我也是。那地表的那个猪都没了啦，所以没办法。嗯。你先走。好。啊，确定没有引狼入室哈。嘟嘟嘟。有人说有橡木哎、欸。有吗？刚刚是没瞄到，还是我眼馋？这下尴尬了，真的。食物现在这边，我身上还有6条鱼。我可能要2条补一下。好，这是带鱼送。我再微微看一下，就微微。好，我觉得来不及啦，那晚上了。等下就永夜了。对啊。算了啦，等一下到时候打打人，说不定人家就有苹果树了。他自己15个放你那边、欸，还好还好，16个，那、太远了，不去了。晚上了，天黑了，这是最后一个白天了。噔噔，噔噔噔噔，
噔噔噔噔。你钓鱼回来，有作用吧？有，用心良苦。哎，手。